蓝佑棠一死，相信在短时间内不会有人来攻打聂家。剑大哥，保险起见，你还是留在聂家安心突破武王，我一人去紫阳松取火脉。这，好，你且放心去，我会和你师父一起看顾好聂家。有劳。 何事？是紫阳火脉那边，快去看看。走。怎么会这样？ 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偷走紫阳火脉？此人能在我等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取走火脉，至少是武王级别，而且身怀火属性异宝。眼下宗内没有武王坐镇，宗主又失踪多年，绝不可妄动。赶紧将此事告知圣女。聂风，你也太嚣张了，一上来就索要我宗绝学。 当真以为成为武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算不上索要，不过是借来一官罢了。我未婚妻身受寒毒侵蚀，急需贵宗的寒玉冰蟾宫来救命，还望宗主通融。哼，我宗绝学岂是你想要就能给的？倘若贵宗肯给，我愿用1000元灵石相赠。倘若不肯，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 你我二人比试一下，你可以施展任何手段。如果我能在10招之内赢你，你就将寒玉冰蟾宫借我未婚妻一关，答应你的元灵石照送。反之，我等就此离开，不再打扰。好，一言为定。 阳耀天。